直播拍卖大解密。有一次标价是10000，有钱看成1000点，来1000起标，一标100，标到2000-3000，哇，好高兴，成交。小帮手，老师16000多，我那个脸变成腮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买。你知道我讲一个八卦给你们听，这个女艺人性欲非常强，让你们猜看看是谁？罗碧琳啊，什么谢好多？就忘记那个镯子到底是谁啊？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